公司是在成立于那个西元1985年啊，成立的初期呢，主要是以 IT 产品为主啊，到1992年啊，公司在跨领域在发展 biomedical。我们最早推出来的时候是在1995年啊，推出第一个 SpO2， 也就是血氧浓度计，在当时啊，在国内我们唯一的制造者。除了这个以外啊，我们也推出2005年推出 Entitled CO2 Monitor， 这个就所谓的非接触式的二氧化碳啊，这个到目前为止啊，在国内我们在整个技术是领先的，在全球啊，目前主要的有研发能力跟生产能力，目前全球4家啊，那我们是其中一家。台北的国际医疗展，我觉得这个展览对制造商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对于当国内的产业发展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宣示的决心啊，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宣传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宣传啊。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整个生产基地研发基地都是在台湾，我们希望结合在这里的优势啊，把一些国外的客人带到这边来，让他来更花更多的时间对我们公司进一步的了解，我想那是一个平台，那是一个对外行销的一个平台，但是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，把国外的客人引到台湾来，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到我们公司来参观也好，或者到我们公司进一步的来了解也好，这个对我们未来发展，它是有绝对的正面效应。